摄影机聚焦嘅一刻，就系佢哋梦想嘅开始。表演是一个，就是可能有人喜欢我的表演，有人不喜欢我的表演。对我来说最难的是年龄感。这个人必须杀！导演需要我从48岁开始演，一直演到刘邦死，等于说我从32岁，我去直接演一个过半百的人嘛，这是最难的。这个拍电影，电影里边有记录我的这个青春，而又把我的年龄从20岁、30岁、40岁，就每个不同年龄段都记录下来了。等我老的时候，给我自己的孙子看，就是说我，你看我其实这辈子我做了很多事情，其实透过电影让大家知道我的名字，我是刘烨。影坛最焦点，卫视电影台。